行政院做好做满了，啊，结果走来做行政院长，啊，即马落差啦，落差阁转来台南，当啊五四三五白练啦，哦，迄就唔好啊。伊无讲要做好做满啦，但伊是甲问讲，那你任期吼、哦，任期的四年啊，像我任期的十个月啊，即个闹掉啊，或者任期就剩四年，我剩十个月，啊，四年。现在出来讲，伊要做满四年，伊无安尼讲嘛，这第一。这是分开的。第二就是后壁人个甲问讲，市长你吼，因为他我们在那个广播节目访问完，会出来另外有一个拍照媒体在这个采访，啊，所以甲问讲，市长你讲要做好做满吼四年，伊讲上讲诶，因为我诶意思咧，你甲我问个时阵讲，你我即马无要考虑吼，即、這个总统个代志。啊！你讲市长的任期啊，市长的任期就四年啊，合理啊。我讲市长的任期四年，啊，这就是讲吼、哦，话吼道吼，寄话会假啊，啊，寄钱会减，所以造成这款的误会。后来，即马只个头前洗清啊，后壁来这句嘛，2020总统大选呢，无伫我考量之内啦，这是唯一的答案，其他我拢无搁再回答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敢知道？因为2020是每年正月十一算嘛，对不？所以这无伫我考量，我考量的是2019年3月16日。哦，我台南有一个小弟吃两家己啊咧木秀，哦，这先投唔啊对，啊你未成尾，未成中秋在咧烦恼二九暝，哦，无你嘛五日节先吃粽吃了，哦，啊过来吃一个月饼，哦，唔卡咧烦恼二九暝，所以2020。无伫我考量之内，三月十，人赖清德咧，所以赖清德这个靠一个技术。问我要选啥？三月十六以后才讲。